德国知名改车厂 Mechart 在升级 BMW 车型上经验丰富。最近他们推出的 M8 Competition Coupe 升级车款带给人很大的惊喜。虽然 BMW 没有推出超跑，但这辆改装后的 MH8-800 却非常强大，能在 2.6 秒内从零加速到每小时100公里。Mechart 将这辆车的 4.4 升 V8 双涡轮引擎的最大输出提升到了823马力与 107.1 kgm， 使它加速到每小时200公里只需 5.7 秒。在加速表现上可以媲美 Porsche 911 Turbo S。Mechart 还改造了排气系统，移除排气微粒过滤器，加上可调式排气阀门和口径为100公里的四出排气尾管，从而提供更凶猛的声浪输出。排气尾管的外观也很有特色，可以选择碳纤维或陶瓷涂层，都很有质感。Mechart 还在车体套件上下了很大的功夫，给这辆原本外观低调的汽车加上黑底金色的配色，并将轮圈变成21寸改装制品，搭配修改过的悬吊系统和可调整弹簧组，让车高降低了30公里。再来看看这辆车的内装，同样是黑金配色，非常酷。黑金配色的 M8 Competition Coupe 外观酷炫，效能方面也非常强大。Mechart 不愧是升级 BMW 车型的行家，每次出手都不会让人失望呀。延伸阅读，来源网络资料。